花姑娘行不行？游戏八嘎八嘎呀噜，八戒哥，这个装扮行不行？这个装扮。香亮哥，你吃饭回来吗？香亮哥呀，早就回来了，你咋没跟我说一声呢？早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我都刷花了，你没看到吗？隐隐约约好像是看到了。八戒哥呀，八戒哥让你这装扮给吓迷糊了，肯定是晕倒了，不行你打个120啥的吧。我特别想知道你这个棍儿是什么棍儿，这个棍儿这啥玩意儿，笤帚把啊。欢迎宇少哥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对呀，是啥棍儿他也不知道是啥棍儿。应该是打猫棍儿，拿它打猫用的。你也太残忍了，真的，你不能整个小点的吗？你这要是不说，哥哥们还得寻思这是自慰器呢，太他妈长了。反正我是这么想的，哥哥们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？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好大好粗好长，能到底儿不？估计从嗓子眼儿擦能到底儿。就是那个吞剑，那种吞剑啊。来吧，到点儿了，收一收你那出吧。这视频能看吗？这么模糊，哎，感谢我哥啊。